45度高温，它就会进行一个变色，变色就非常的好看哈。俊龙哥进来就是要给我点个520赞，他都是要给我点个520赞的。来看好了，变色的茶宠，荔枝代表招财，它里面能够做到果肉，你都能够看到它这个果肉。我再给你们淋一遍，看一下。45度高温就 OK 了哈，45度高温就 OK 了。但是因为我直播间有在开空调，所以说它回色会回得比较快一点。包括说这个柚子，这个柚子也是可以高温去进行一个变色的茶宠，特别好玩，特别好玩。来，有喜欢的话，小车链接里面是三颗的。那如果说你们喜欢我们一整盘的，有没有喜欢这一整盘的，面前的一整盘的？兔子也可以高温变色的，我给你们淋一下兔子。哇哦，好看不 ？CL 哥，什么人气？什么人气？这个是上面羽毛哈，兔子的羽毛做的都是比较生动跟逼真的一些造型，做的都是一些比较生动跟逼真的一些造型，好漂亮哈！兔子的话，它是有四种颜色，零色之后呈现出来的色泽感都是不一样的。你们想要看哪一个变色的过程，你们告诉我好不好？想要看哪一个的变色过程，你们告诉我，我可以给你们淋一遍看一下。但是呢，哎呀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很可爱很 Q 的一个熊猫，一个熊猫也给你们来看。等等我，熊猫在哪儿呢？哦，熊猫。